事件仅理鱼池过程，挖好鱼池后开始排管。我的鱼池弄了三个过滤仓，管子要 UPVC 管件，排好管件，固定好位置，铺上钢筋，海水用75管件底排管，用110上火粘土，晾干能再赢再起墙。鱼池墙体用24墙起，两天鱼池大概模样就出来了，留了两个观赏面，盖面干后再做防水。 顶轮防水做了2层，占鱼池玻璃用的是结构胶，鱼池滴流做了4层，这就是做好的过滤仓，沉淀仓是最大的，接着做沉淀仓1日板，双层防晒，等防水期干后试下水，等鱼池刷完防水漆后没有做反碱。 练习的效果，凉水2天开始泡鱼。